大家午安。唔好再影集底照啦，一阵间好多机会影集底照。大家午安啊！而家咧你睇紧嘅咧就系、是、咧就系、是、PSHK 为大家咧喺呢一个嘅观塘海滨OK 长廊呢度咧，同大家报道一下咧，呢度有个咧吓城寨人啊 ，OK 喺度咧系准备咧嚟一个好壮观嘅一个咧系大合照嘅。咁啊，大家而家见到嘅咧就系啊城寨其中一个主持人咧就系啊刘世良啊 ，OK 咁佢咧就系、是、吓。啊發起了一個嘅，大家咧去用呢一個嘅玻璃纖維咧去製造呢一個嘅 paper 同埋呢一個嘅連珠嘅呢一個嘅頭套嘅。咁咧，聽聞咧我哋聽到翻嚟嘅消息咧，就係、是、已經做咗104个定106个嘅呢一個嘅頭套嘅。咁咧就準備等陣間咧去呢個128圍院嗰度咧嚟到去呢一個嘅。遊行嘅，參與呢個遊行嘅活動嘅，好啦，咁啊，現場好多熱心嘅市民 ，OK， 或者佢哋叫做城寨人，咁啊，經過好努力嘅趕工，日以繼夜嘅趕工咧，就做起咗呢一啲嘅連燈嗎 ？OK， 特別同埋呢一個嘅連珠嘅一啲嘅頭套。咁啊，造型咧係非常可愛嘅，咁同埋咧係有好多唔同嘅名嘅，哇 ，OK， 戴曬 gear 嘅呢頭都相當相當可愛，好多唔同嘅造型 ，OK， 哇，呢個好勁，OK， 咁咧喺佢哋嘅頭盔度跟嘅咯喎，啊，跟住佢哋應該係有一個大合照啊嘛。O、okay. K， 红色头套嘅嗰组。嗱，咁我哋咧，红色头套嘅大家咧行一转先。我哋近距离望下唔同嘅头套嘅造型先。唔使喐。我系你嘅右手边架。O K。O K。喂。真系集体。撕到出嚟嚟嘅。O K。话有生命面包啊！呢、這个造型相当型啊，仲有块面包喺个嘴嗰度嘅。O K。大家向前。而后面咧。是有啲嘅字樣嘅，好啊！大家早晨啊！我俾呢個位為間，唔好超過我呢度。好，咁啊，而家大家見到咧，阿細良咧喺度咧，就呼籲大家咧企好啊，嚟張大合照先啊 ！OK， 非常壯觀嘅一個合照。跟住咧，佢哋就會一齊出發咧，就會去呢一個嘅啊圍院嗰度咧，一齊去參與呢一個嘅遊行嘅。咁根據佢哋喺節目度講咧。佢哋係應該係同埋一個敲擊樂團啊，就會喺呢一個嘅把握好時間。鵝頸橋嗰處嚇，鵝頸橋嗰處咧嚟到去停低嘅。哇！呢啲血都出埋嚟啊！哇 ！OK， 影啊影啊！輪椅嘅坐最前邊。係啦，企埋呢邊先。咁好啦，咁我而家咧就盡快咧上去一個高角度咧，去影俾大家睇下先。上面應該靚啲啦。係一定啊。OK， 嗱咁咧就最正嗰個位咧，咁當然留翻俾呢一個嘅主辦單位啦。OK， 我哋唔好擺咗最正嗰個位啦。咁我哋喺側邊 ，OK， 影都得嘅，非常可愛，好多唔同嘅造型。聽聞咧，佢哋直頭咧係講話咧係。有名添嘅。快啲向後企多少少，好。第一樣位俾記者啊，唔該。好，唔好意思啊。後面中間，係啦，後面中間企多少少，係啦。O K， 中間企多少少。我而家張我就彈開㗎啦。唔該曬嚇。得多少少？我而家張就彈開㗎啦。白色。O K， 好。
頭先最邊眼嗰個係瞓過呢邊。我都未有得影。有冇喐到到先？阿世良，你影得幾正位？做乜影質質鏡嘅？梗係企正位啦，你主辦。企翻個正位正啲啊！好似殺人咁。好，我幫你執呢邊。三個八線有冇啊？一八線。嗱呢邊。嗱向右。咁啊，而家咧，我哋就喺觀塘嘅海濱。O K。兩邊的各行一個身位，畫面是相當可愛的，向左一步，向右一步，停停，再行一步，再向右，左右行一步，左右行一步。 OK， 現在我在觀塘的海濱呢，就是直播等這個的現場的情況的，咁大家會看到呢，就是呢，我們有超過117個，我哋係117個，我哋千人嘅球號，歡迎大家。啱啱細良講咗啦，有117個嘅。咁啊，大家認下有啲唔同嘅球號咧。咁我簡單介紹下，有連珠同埋 Pippi。咁但係連珠咧就係咧有唔同嘅顏色，唔同嘅顏色其實係代表咧過去半年香港人過去半年嚟所受到的種種暴政的鎮壓和對待，但是我們仍然保持著笑容，是不是？我們用自信幽默的態度，是去告訴世界聽，香港人仍然是未屈服。所以呢，就大家我們在這裡拍集體照，也都希望多些人介紹問你的時候，你可以告訴我們聽，我們每一個面具其實是代表過去是有血有淚，但是我們更加有的是自信，是不是？是。那我們一會就會出發分組，在這裡拍完集體照之後就會這個都挺驚人的，去搭地鐵。港鐵是啊，我們分批去搭地鐵，在個車廂那裡大家入閘就不要戴頭套了，入到去上車的時候，大家有機會的可以在車廂亦都再拍下集體相，是吧？我們證明我們這個黨鐵呢是要有良心的，我們告訴他們香港人受到什麼的傷害，希望這張相可以給所有的香港人都看得到，好不好？好。接著我們就會在鵝頸橋會合我們的敲擊樂隊，我們一路會在這個沿著軒尼斯道銅鑼灣到灣仔的方向，然後我們就會為所有出來遊行的朋友，為所有出來遊行的朋友打氣，讓他們知道他們在香港半年來並不孤單。大家記不記得我們第一次舉牌是什麼？大家記不記得6月9日我們在維園5個小時才出來，然後6月16日我們沿著軒尼斯道舉牌，在維園有2000人一起。今次我們進一步升級，我們升級去到就是製造了117個玻璃纖維的卡通 character， 去告訴全世界聽，香港人報仇報仇。我們要報仇的方法就是令到獨裁的政權他們不會令到我們恐懼，不會令到我們大家躲起不敢出來。我希望在看直播的朋友，今天大家一定要叫多些人出來，一定要叫多些香港市民。大家今天這麼好的天氣，我們由維園出發，是沿路經過見到我們的，大家可以過來拍照打招呼，跟我們一起，我們將半年來我們所受到的傷害，我們所受到的屈辱，我們今天要將它全部蒸發，好不好？好。那我們看看攝影師再跟大家擺一擺位影相先。後面的起多一個身位，起鬆少少，得唔得？好啦，咁啊，大家喺度收睇緊嘅咧，就係 PSHK 嘅直播。OK。咁啊，現場咧就有超過啊，係有 exactly 係有117個。頭套黃色頭盔香港呢邊 ，OK 得。
咁得，陳老師。好。咁突然間咧，大家咧就會咧係浩浩蕩蕩咁樣咧。嚟到去呢一個嘅參與呢一個嘅一二八嘅呢一個嘅維園嘅遊行嘅，咁啊話點解會搭港鐵咧？咁咧就話我相信咧要一次過係要運送117個嘅連燈話連燈珠嘅話咧 ，OK， 咁咧係絕對需要咧，亦都可能係一種咧係。對抗一種嘅五大訴求，點解不可光復香港？時代嘅你，五大訴求，點解不可光復香港？時代嘅你，五大訴求，點解不可光復香港？時代嘅你，好啦，大家記唔記得個舞步啊？記得啦，係嘛？阿靚，仲有舞步添啊！聽講 ，OK， 我哋嘅主題歌。嗱，準備啦！大家記得嘅，練習一次我哋。嗱，我哋 loop 住首歌嚟播 ，loop 住嚟播嘅。咁啊，一定大家睇住細樑上面咧，會指揮大家咧播呢一個榮光歸香港啦。啊，等陣啊！咁啊，大家舉高嚇五隻手指，喊嘅口號啊，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啊！咁啊，而家咧將會播起呢個《願榮光歸香港》咧，應該大家嚟到合唱啊！奔長廊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五大訴求，團結一致，五大訴求，團結一致，香港人加油，香港人放手，香港人放手。嘅係啊，非常得意啊！我相信咧，突然間咧呢117尺咧連珠嘅。同埋呢一個 paper 去到咧，呢個遊行嘅現場嘅時候咧，我相信咧係會更加吸引咧，全世界嘅目光嘅。因為先前啊，劉世良亦都喺佢嘅城寨嗰個 channel 度咧，係分享過咧。其實佢哋日之所以日以繼夜嚟到去做呢個咁多個嘅頭套出嚟咧，咁其實就係希望咧係更加吸引到呢一個嘅世界嘅目光嘅。其实今日的天气呢是非常之好的。咁啊，好和暖的呢一个嘅阳光，咁啊气温呢亦都非常之清爽。举起右手，听嘢啦，听嘢啊，要去好个声耳仔啊。
zoom in 啲俾大家睇下佢哋嘅樣。草莓啊，啲叫草莓啊，又稍微口，諗住心口心臟，好啲唔好？好希望，光復香港，市民革命，光復香港，市民革命，五大訴求，一一可，五大訴求，一一可，光復香港，市民革命。光復香港，市民革命，五大訴求，五一大可，五大訴求，五一大可。咁想知道乜嘢呢？咁啊，呢位观众呢就可以呢就等一间去到呢个维园，我哋一起去呢个游行嘅时候呢，你就会见到呢一个咁壮观嘅画面㗎啦，喺呢个喺呢个游行队伍入面㗎啦。好啦，咁啊而家呢开始分组呢嚟到去准备出发呢去呢一个嘅铜锣湾维园嗰方面去集合嘅，组长捉翻自己嘅组员，一二三四组，一二三四组。哦，咁咧，我落翻下边先吓。咁啊，如果仲未出门口嘅你咧，咁啊，好快脆啲咧。食啲嘢，咁啊，盡早出門口啦。咁因為我相信咧，今日嘅呢一個128嘅呢一個嘅人權呢個大遊行咧，係會有好多嘅市民咧係去到銅鑼灣現場嘅。OK。五六七八。好啦，咁啊落翻嚟下边啦，咁啊再同大家咧近距离咧去睇一下。OK， 咁啊听闻咧佢哋呢一个嘅头套咧系用玻璃纤维咧嚟到去系制造嘅，咁咧系相当坚硬嘅。我哋望下入边先。各位一二三四组，八号咧，八号，第二组。咁啊，聽聞咧就會係呢啲咧都應該可以捱到幾棍嘅喎，可以捱到幾棍嘅，玻璃纖維嚟嘅，相當堅韌，完全冇問題嘅。捱到幾棍，但係受唔到熱，比較熱啲。OK， 冇問題啊，一陣間嘅啫。OK， 頂得住嘅，大家頂住。OK， 希望因為有啲風啊。啊，呢個頭盔都好靚，接咗隻紙殼喺個頭殼頂上面。OK， 佢應該係。OK， 佢出嚟噶，戴住呢個正常嘅呢一個口罩嘅啫。仲有 OK，Stand with Hong Kong 啊。OK， 呢度三號我出發。好啦，咁啊，而家咧，現場嘅朋友咧，亦都浩浩蕩蕩咧，分組咧出發咧去搭呢個地鐵嘅。OK， 咁啊。好啦，咁啊喺呢一個觀塘海旁呢一度嘅報道咧。咁就暫時到呢一度先 ，OK。咁啊，為你報道嘅咧就係 PSHK 嘅義務記者 ，OK， 長蘇為你報道。咁我哋等一間咧就會再喺呢一個嘅銅鑼灣 ，OK， 維園見，好嘛 ？OK， 多謝大家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 channel 嘅時候咧，咁啊，希望你按讚啦、分享啦、同埋留言啦 ，OK。咁咧就希望咧就可以多啲人咧關注我哋呢條 channel 嘅 ，OK， 我哋係 PSHK。好啦 ，OK， 多謝曬大家收睇，咁啊暫停一陣間，我哋轉頭維園見啊！